着阳光、清新的空气跟潺潺流动的水，这在我们周遭环境中原本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元素。不过因为台湾地狭人稠，现代人的自然空间变得非常的稀有。城市里面的水泥房子就好像是一个大盒子，提供了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是也隔绝了人跟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林黛宁她被称之为住的研究者，她专门在台湾里面寻找隐身在都市丛林里的绿房子，写成了一系列符合环保绿建筑还有老屋改造的书，非常受到读者们的喜爱。而当我在读这本《老屋绿改造》的时候，我非常羡慕的是，这些屋主可以生活在推开门就看到绿树，打开窗户就可以顺着风跟大地一起呼吸的房子里。但这些屋主其实跟我一样，也是平凡的上班族，到底这些屋主是怎么办到的呢？再看看书的副标题，写的是实践平价低碳生活宅，这更吸引了我的目光。所以今天非常高兴的是邀请到《老屋绿改造》的作者林黛宁到节目当中来。阿玲你好。你好，大家好。阿玲，其实你写了一系列有关于老屋改造啦，或是绿房子这一系列的书。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会跟有这样的想法要写这一系列的书呢？因为我觉得说目前在房间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可能都有点太依赖说，比如像一些电器用品，像空调、除湿机或者是一些烘干机那些的。那我会觉得说，其实如果你的基地周遭有这样免费的资源，像是风啊、阳光啊，也许你可以依照你现地的状况，即使在都市也是可以做到的。所以我在开始试图去找说，是不是在国内有些屋主他可能有关注到，即使他在都市哦，他有遇到巷弄的风啊或都市建筑的风，如果有这样的关注，他可以把运用到他室内资源的话，我就很想把它记录下来跟大家分享。你被称之为绿住的研究者，但事实上你也不是建筑师，对，我不是，也不是室内设计师，不是。但是你特别好奇，所以你自己特别去找了这么多的一个真的有这样子实践的人。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是念东海景观系，那景观系老师就会告诉我们说，很多事情不要从房子，从那个单一的房子开始思考，而是从整个大环境面。那当你从眼光放到大环境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自然资源它其实是可以跟人融合在一起的。所以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老屋绿改造，这个是你的一系列的一个新书里面，它里面其实真的是图文并茂，因为其实它有很漂亮的照片，让人看了真的就是心旷神怡，有很棒的叙述跟很清楚的说明。里面其实也有很详细的改造的方式啦，还有甚至他们的平面图等等。对，那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你觉得你希望写出来跟市面上其实也有很多类似，好像是房屋建筑啊、室内设计的书，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其实我就在想说，现在都市里面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在都市里面旁边的环境都不好，所以他大部分人都很依赖空调。所以我特别在这一本书里面找很多是都市里面的公寓啊、电梯大楼，然后还有联动透天，就是不只是台北、高雄那种大楼的，也有像新竹、台中那种联动透天的，那些都是在都市或城镇中会出现的。很多是屋主，他可能说，虽然他现在住在都市，但他有可能有接受过乡下或自然的熏陶，所以他特别在使用的材质上，比如他用回收的漂流木啊，或者是用一些比较二手的家具或材料，那甚至说他也会特别注意说他的整个空间的格局，其实不一定要就是典型的三房两厅这样子。阿玲，其实我看你介绍的房子很多都是老房子啊，三十几年、四十几年啊，所以你对老房子是特别有兴趣吗？对，其实小时候还没有特别去在乎这一块，可是直到有一次去欧洲旅行的时候，因为他们那边的房子啊都非常老，大概也有100多岁以上吧。他们就是欧洲人跟我讲说很好玩，他们说100岁以上的房子算年轻啊，就是100这样算年轻。
那300以上才真的是老哦，这样子。然后当我就是沿着那个小巷，然后这样触摸的那个土墙的时候，我觉得好感动。为什么他是可以如此的崎岖不平？然后他为什么他可以这么充满时间感跟那个生命的故事？然后还有他的门把，那个铜扣就是已经锈到很漂亮，就是研究为什么水风雨可以在那个铜扣上做到这些锈斑。然后我就开始发现，因为这样的触觉是我跟老房子第一次产生连结的一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开始对他有感觉，对不对？我就开始回去跟我妈卢说，我要去看阿昼的房子，还有阿妈以前在鹿谷的房子。然后我们去看，那个都是三合院嘛，然后就是红砖，还有就是那种竹编灰泥墙。然后我觉得哇，原来早期那房子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就是它是一个非常使用自然材质的，而且早期的人他盖的房子比较扎实，抵过921那种地震。所以我在想说，哎，你买老房子不一定不好哦，它也是做工很扎实，而且它的空间比例很漂亮。那我就要开始思考啊，也许我们可以用以前搭配自然材质，搭配现在的新工法，或者是要强健的建材当结构体，然后再搭配以前的素材，也许可以创造一些综合型的比较自然的房子。那是我那时候开始对老房子开始有慢慢一些研究啦。像里面你提到了一个上班族，他也是很忙碌的上班族，跟大家都一样。对，阿凯对他的房子，你提到的是说你跟摄影一进去，你们就觉得哇，这要是我家多好，然后你赶快压下自己，你称之为邪恶的这个念头，想必这个家是很让你心动哦。对，因为我常常去屋主家，然后像很多屋主是上班族啊，他们都不在家，那通常没有人在家的房子，你打开门的时候会有闷闷的感觉，可是他一打开，那个风就是很凉爽的风就这样灌进来。但是因为他是24小时都是开着窗户的，他这个房子在改造之前就是刚好面临有风的那个三个面啊都是房间，就直接把进来的风挡住，很闷。那后来他把那个走廊跟三个房间拆除，然后就那个风就可以很顺畅的进来，然后再从玄关门跟阳台出去这样子。那所以他在他室内就是你会觉得说，哎，那个氧气浓度很好，然后二氧化碳浓度很低这样子。而且阿凯好像也运用了很多植物来塑造你提到的这里面，你一进来你感觉就好像回到了一个绿洲的感觉。他就是说哈，其实我们不用花太多钱在装潢上面，就是说其实植物啊是最好也最有效，而且四季都在变化的装潢的或者是布置品，其实你只要提供它足够的光源跟采光，那就还 OK。那因为他小时候他算是台北人啦，不过因为他的阿妈是住在新竹北埔三合院，那所以他就很怀念说，哦，小时候去上厕所的时候要先经过一片树林，然后才来到厕所，所以他就模拟在他现在公寓里面，然后他就是从卧房或起居室要去上厕所的时候，他会先经过一片绿绿的阳台，那个阳台是他往内缩的，反而是形成那个地方更大的一个空间，半户外的空间，他可以在那边种花种草，怡情养性，他觉得有赚到的感觉。所以啊，其实看得出来阿玲你也很重视一个就叫做引景入室，或者是引光入室。其实我在想这个引光入室这件事，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家里面都有大片的窗户，但是大部分都是把窗帘关起来的，在都市里。所以这个引景入室跟引光入室要怎么做到呢？其实你只要把比较不会，因为很多人他这样关起来，是因为他觉得说他会觉得热，或是会觉得说有视线的问题。那你可以选择家里阳光比较没有直射那个角度，像是北面，它就是非常适合让你有那种散射光进到室内来。那基本上呢，我发现说就是很多公寓它因为受限于格局，所以他们大部分屋主会想说啊，有灰尘有强光他都不要。那其实如果你今天怕热的话，你也可以在自己的窗户外面装一个百叶窗帘，或者是说遮阳的棚子，那都是可以挡住从窗户进来的阳光的热。所以其实已经有一些方法是可以解决我们以为不能改善的问题。是。另外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例子，这个标题叫做轻松吐纳于都市之中，而且比较特别，它其实是在一个大家都不喜欢的无尾巷里。其实这个我真的觉得
都市人真的很厉害，他可以在有限的条件里面突破。像这个就是位于那个台北市的安东街，他那个角落，他刚好是那个街道的最底部。那屋主发现说，在巷尾的时候，他刚好有那个风啊，会这样吹进来，温度已经被降低了。那个屋主阿道他就发现，有这个特质，所以本来他的房子的前屋主一样是装很多空调嘛，可是啊，他就在这个凉风的回风处，他加装了侧门跟侧窗，然后让那个凉风可以先到他的家里面，然后再出去，从他门口流出去。那所以我就夏天的时候啊，我去他家，我就问说，阿道，你今天又开冷气了？因为感觉有那种26度、25度的感觉，很凉爽，很凉爽的感觉。他说没有啊，我就是完全都是靠巷子降温的风吹到我的室内，这样 OK 了啊。其实我们听了你讲这两个例子，然后再看到你书里面的照片，哇，他们家真的是太漂亮，漂亮到你会以为说是不是别墅啊，处在一个什么样特殊的山里面，或是特殊的景观里面。我相信这也是一般很多人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如果我要做到这样，第一个我一定要花很多钱吧，不用不用。第二个是不是要在一个特别怎么样的环境里面才做得到啊？我特别强调，如果今天是老屋改造的话，你千万不要马上就想说，我要乡村风，我要欧式古典风，那些风格东西摆到最后去。为什么不是要先定好风格才知道怎么设计呢？ No， 你如果是老屋的话，要最注意就是安全，就是不管你房子多漂亮，如果它不安全，你住在里面就会有危险。所以当你今天是老屋的时候，你一定要请结构技师先帮你评估。如果你当然你要做，就是你要去动到梁柱或承重墙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请专业人员帮你评估可不可以动它。那最好是不要擅自乱动，这是第一点。第二个是防漏水，就是有个屋主他就是太看清这件事情了，他发现这道墙有壁癌，然后他没有去理，他想说我用那个板材把它封起来就好了，看不到就好。结果呢，他开始发现说小孩子还有他自己就开始咳嗽，他只好忍痛把那400万的装潢全都拆掉，然后再花50几万、60几万去抓漏。那假如你今天先把抓漏这件事情做好，你就不会白白浪费那400万。对，所以我就一直很强调说，你今天你今天老屋在改造自己家的时候，至少要花10%的预算来做防水跟防漏。OK， 这是第二点。你看到现在都还没有跟风格没关系，对不对？对，还没关系。好，第三个就是生活机能。生活机能的意思是说，我们习惯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夫妻他们在做菜的时候，可能是老公备菜，老婆切炒菜。那老婆比较矮，所以他们在思考瓦斯炉的高度跟切菜砧板的高度的时候，就可以决定说，这个高度要高一点，这个要低一点。然后男生如果是做菜的人，他就上面不要有橱柜，不然他头撞到，对，很辛苦。这就是所谓的生活习惯。那还有就是，你如果家里有长辈，可能需要比较宽敞的走道或者是双动线，这都要先想好。然后当你机能满足的时候，其实不管你有没有风格，你家都会很漂亮，因为你有机能，然后你有通风跟采光。其实就算一个家没有装潢，它只要有光线进来，你就会觉得很舒服。也就是阿林，你看过这么多的房子，然后每一间都让人家觉得哇，好棒哦。你觉得呢？一个这个所谓的绿房子，或者是一个舒适的房子，一个适合人居的房子，你觉得到底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啊？当然，第一个有通风嘛。今天如果你有通风的话，你可以把湿气带走，你就同样的温度，你会觉得比较舒适。好，所以这是通风的问题。再来采光，采光意思是说，在白天的时候，你有足够在室内有足够的散射光源，这样我们的瞳孔其实负担比较不重。好，所以这是采光的部分。再来就是自己的生活空间机能的需求搭配，这样看得出来，阿林。绿房子其实真的就是要跟自然有关，就是要从自然的角度跟自然的观点对去考量这件事。对，然后我其实很赞同，也很钦佩你讲到，就是其实只要这些做到了，符合你的生活机能，这个房子都不装潢应该也会很漂亮。所以我是讲座的时候，有很多读者问说我们家什么风格比较好，我是说当然是你自己的风格啊。对啊，人家一直想说我想要乡村风可不可以，说那你是英国人吗？你不是英国人的话，如果你是台湾人，你当然要创造自己台湾自己住家的风格，而不是要去一昧去抄袭国外。那这样你自己住起来才会觉得怡然自得。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好感办公室。
因为办公室真的，我们一天至少花个8个小时，有的人10个小时在办公室里。对，但是办公室，我想一般上班族的感觉都是，那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啊。办公室永远就是我搬进来就长这样，老板决定的。那你这个好办公室里面又介绍了很多不一样的办公室了。对，我在这本书里面，我会喜欢强调说，办公室绝对不是只有老板的责任。它是我们每个员工，就是他可以从自己开始做起的。那你最简单就是可以从座位植栽开始做起。你的座位如果刚好位于那种印表机呀、传真机呀、电脑主机旁边，那个真的会影响到你的那个健康。哎，这样你今天跟老板反映说啊，通风啊、消毒什么的，他也许不一定有经费嘛。那你可以从种植物开始，比如像常春藤就超好用，它跟那个黄金葛，它们都很可以分解一些有机挥发物，而且都很好种，很适合室内，帮你做综合那个气体。所以我们说绿房子第一件事，先把绿带进来。对，植物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所以那阿玲在你的好板办公室，你也访问了很多很特别的办公室，对，他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的元素是组成一个好的办公室？到底有哪些元素？其实啊，我在整理以后，我还发现说，哦，其实啊，那工作的环境跟生活，它应该不要分开的，所以最好怕把它的兴趣跟它的工作合在一起。所以我把这一次的那个这本书分为4大重点，第一个是空间改造嘛，再来就是从刚刚讲的个人座位，然后第三个是吃饮食，人一天要吃三餐，那他如果三餐都外食，他跟食物没有关，没有感，他没有感觉，他只觉得他要填饱肚子。当一个人跟食物脱离关系的时候，他就跟土地脱离关系。我希望将来在上班的人，他可以不一定要外食了。他可以在就是公司环境能够提供一个员工，他可以自己做菜，或者是大家一起做菜，然后享用就是家常菜的那种空间，不要在外面吃重咸重油的那种食物，而且你可以吃得很健康。那好，第四点就是善意这件事情。现在很多公司他们其实对员工非常体贴，包括他们允许员工带小孩子来上班，还有就是带宠物来上班。那当然你会说啊，这些公司都是他们太好命了啦，我们没那么好命。那其实我在书里面有收录到有一个，他是真的很不好命，然后可是他把他颠覆了他的整个办公环境。这是在那个屏东科技大学，本来是叫做污水处理厂啦。对，污水处理厂给人家感觉就是味道怪怪，然后最恐怖是低频噪音，就是他在处理污水的时候，他为了要让更多氧气铺进到污水面，他在底部会有马达震动，而且是24小时在震动。那个耳朵听起来不吵，可是你的心脏会受不了。所以那个林小姐她一开始觉得她要忍住，可是大概到一个月之后，她觉得她已经有点心理上的难以忍受，可能再忍受下去就会有疾病了。所以他自己开始去申请一些计划，就是比如说他先从最便宜的氯离的申请开始，大概6-7千块吧。他还没有钱可以请工人来种，他必须自己跟校友下去种。所以呢，他后来慢慢就是去申请，都拨下来的经费越来越多，越来越顺利。结果呢，他竟然在短短的3-4年就把整个很丑的污水处理厂变成来复原 ，Life Garden。然后就是他一点一滴用多层次曝气，然后绿化，然后本来那种低频噪音变成喷水池。那当变成喷水池的时候，给人的感觉是很清爽的，然后声音也是很舒服的那种水声嘛，对不对？所以他整个办公环境变得很好。那本来这个污水处理厂是整个校园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地方，到现在就是他的同事争相要过来跟他吃饭，然后呢，全校师生都是中午啊或者休闲时间就过来这边散步。那他们校长也是，只要有外宾有来，他们就会给他们做一个小巴士，然后先来污水厂绕一圈，好，绕一圈之后再去开会或办正事，这样子就变成是全校都非常以这个地方为荣。所以其实不管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阿凯，他是自己的家里，对，或者是林小姐她改造的是她的办公室或者是办公环境，其实真的是要有那个心，对不对？对。那在你访问这些屋主里面，其实我看到很多不只是他们想要这个改变他们住的环境，其实他们是有一份对生活的哲学。那是什么样的一个
动念，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怀抱一个什么样的心，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家里面或者是自己的办公室也弄得这么的棒呢？我觉得哦，最重要的那个出发点其实就是爱自己。就是他们想要让那个环境让自己在这个地方不论工作或居住都变得很舒服，但是他那个舒服是发自最基本的需求，像刚刚的邻居他是真的是要保护他自己的健康嘛，对不对？他是爱自己他才去做这件事情。那阿凯跟阿道他们就希望自己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有一个自然的采光。他爱自己之外呢，就是他有一些生活的经验，或者是他接触大自然的经验，他才知道说他要朝这个方向是 OK 的。他觉得这边他有一种安全感。对，那你觉得在这种不同的环境，在这个绿房子里面工作或生活的人，跟在我们这个所谓的水泥丛林里工作的人，心态上或者是上在生活上会有什么改变？你看得出那个差异吗？哦，我可以看出他们很快乐。其实现在很多在你说我说绿生活的上班族，他也是在水泥大楼上班，只是说他有把那个开窗跟采光设计进去他办公室。那刚刚讲那个，我突然想到那种可以带孩子来上班的那种公司啊，不只是爸妈很快乐很安心，而是整个公司的同事都很快乐哦。我就问其中一个家里面，明明他就自己没生孩子的，问他说：“你不觉得小孩子很吵吗？”他们带来公司上班啊，但是他回答就让我觉得很感动。他说：“哦，虽然自己没有孩子，可是这些孩子就像我的孩子。那我看着他们从婴儿就是可以到带来上班那个程度，到上幼稚园到国小，就觉得说，很像你的家人，而且他还会记得你昨天。”或前天没有来上班，他会过来说：“阿姨，你为什么前天没有来？”然后有时候跟你讨抱抱，或者是跟你讨零食。所以每个那种上班的同事，他们当他觉得说他在做文书到有个压力的时候，他们就去找那些小朋友玩。然后他就每个人桌上都有个相机，就是去拍他们或自拍这样。那我觉得说，其实不论你有可以带孩子或带宠物，那都是可以让你的生活变得比较 relax。那等于就是把你的生活跟你工作结合在一起了。对，所以其实不管是绿房子，不管是好感办公室，其实他讲的可能不只是环境，对，讲的是这个在里面生活的一个心态跟生活的形态。所以其实会让我们觉得说，像这样子，不管是房子的或者是办公室的，从自己做起是可以的，而且是很关键，然后会影响到老板的，对，而且那个很多威，那个整个影响力是你无法想象中的威猛。所以呢，谁说一定要离群所居才能够拥有自然的生活呢？其实从阿玲介绍的这些住家跟办公室，就是因为屋主他们把他们的理想化为真实的生活行动力，也让他们寻常的房子变成了桃花源。而透过阿玲图文并茂的记录，虽然我们没有亲身采访这些房子，没有见到这些屋主，但是却好像已经跟屋主对话过一般，学到了打造绿房子的方法，也学得了美好生活的哲学。所以今天非常非常谢谢阿玲来分享。谢谢阿玲。谢谢。